今天晚上照着我们早晨所说的，恐怕我们要很少说到啊历史的事实。我们特别要花这一次聚会的功夫，来把我们所已经看过的在台湾那时日子所发生的事，从其中呢我们要看见一些亮光，从其中我们也可以学得一切的功课。所以今天晚上就是要啊把这些事啊摊派在这里，把一点一点的点一下，把各方面呢来批评一下。而这个批评啊乃是一个寻求真理的批评。要点这些事，原来啊根据真理批评这件事啊，我们对真理啊必须有透彻的亮光，有透彻的认识。所以啊在开头啊我还是愿意把关乎教会的真理扼要的，我也希望啊是透彻的摆在你们跟前。首先呢我要说的就是啊最可惜的一件事是都过去了，在第一世纪啊末了，使徒刚刚过去，甚至可以说使徒还没有都过去的时候，这个教会啊就被人啊误解了。换句话说，这个信徒啊对教会的认识啊就走了样了，就不准确了。这是啊话呀是教主保罗呀写的那个后书来看，譬如保罗写提摩太后书，你在里头啊明明看见保罗呀指点得很清楚，就是在他要立誓的时候，圣徒们呢、啊、对教会那个认识已经走了样子。那么还有约翰他写的书信，在他写的书信里头啊，特别是约翰二书这样的书信，你能看出来那个异端呢也进来了。连约翰一书里头邪灵的学说异端呢也进来了。那么等你读末了 一卷的书，在圣经中就是启示录，在那七封书信里头，主啊也把那时的教会啊那个光景啊说得很透彻。那光景啊并不是一种啊在轨道上的光景，乃是啊走了样子的光景。那么可以说从第一世纪末了啊这个教会啊就啊在圣徒的认识里头已经啊走样子了。这个历代的圣徒啊对于教会可以说就失迷了，不够认识，这个认识啊不够准确。那现在呢我们啊要回到圣经来，从圣经来看教会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呢关乎教会释放了好多的信息，也有好多本的书转讲这一类的事。我倒希望啊你们青年一代啊能花一点透彻的功夫，把我们中间呢反关乎教会的那些书啊信息要好好的透彻的读一读研究研究。圣经里特别在新约里，他关乎教会啊头一件事就是给我们看见教会啊乃是神所计划要有这个东西。换句话说，新约说的教会第一点
他所生的计划，还没有天地创造，还没开始，在那个无始的永远里头，神呢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要有教会，要有一个教会，神这个计划呀是照着他心里啊最喜欢的那一点做的啊。像以弗所第一章明明说神啊心中有一个喜悦，神最喜欢一件事，而这件事呢就是要有一个教会。神对教会的计划乃是根据神啊深处的那个喜悦，神就计划要有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是个什么东西？教会啊用简单的话来说，因为这个圣经里头啊他讲到教会的时候，他就说这是一个奥秘啊。保罗常用这个词啊来说到教会的事，一个奥秘，奥秘，奥秘。那么根据我们现在啊对圣经中关乎教会的话语啊所明白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教会啊就是神的彰显。神呢他是自隐的，自己隐藏自己的神，他是奥秘，他是啊人所看不见的，他是这样一位神。然而呢这样一位奥秘的神啊却是盼望他能得到彰显。那么这个彰显怎么做法呢？就这一点上啊是很难说的。神愿意有一个教会来彰显他，而这个教会呢必须是神儿子的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呀就是一个扩大，你扩大一个人的身体就是一个人的扩大。那教会呢就是神儿子的一个扩大。教会和神的儿子基督合起来说是一个完整的新人，是一个完整的宇宙人。这一个教会呢神愿意啊用一般的人类来组成，而这般人类啊他里头啊必须有神的儿子做他们的生命，做他们的性情，而神儿子所赐的一切就是神自己。神的儿子所赐的一切就是神自己，换一句话来说，神的儿子基督啊就是神的化身。那么这个神的化身呢要做到啊这是诸城教会的里边，这个就是啊这帮人的生命，也是这帮人的性情。那么这个生命这个性情是什么呢？就是神自己，神自己在他儿子里面做到了这一本诸城教会的里面去，做他们的生命，做他们的性情，而这一帮人呢就做了啊基督的子体。极其大情来说呢，这帮人呢、啊、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呢就是基督的扩大，这样子呢他们就彰显基督了，基督的彰显了，身在基督里也得彰显了。所以身这个彰显呢、啊、乃是基督在教会里。
那么这个教会呢，是宇宙的，是独一的，全宇宙中只有这么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啊，是独一的，所以它是基督啊那个唯一的身体。可是呢，这个教会它是在人群中，它是在人群中组成的，它也是啊有一段时间生存于人群中，随着人群啊而生存，所以啊这个教会啊自然的它就闲在地上。它闲在地上呢，它就是闲在人群啊集中的地方，因为啊它的本身啊就是宇宙性独一的，并没有第二个，所以啊它在人群中，在人群所集中的地方，那个出现呢、啊、在每一个人群集中的地方，教会那个出现也应该是个独一的，不应该是个多数的。那么这些个在人群集中的地方所出现的教会，一定就是应该有一个，每一个人群集中的地方若是有教会在哪里出现了，那个出现呢应该是独一的，不应该呀、啊、一个以上，就是多了一个都不可以，两个就错了，那么更多就更错，越多越错。那么这些个在人群集中的地方一地一地出现的教会，就是地方教会，就是众教会，不是那教会。那教会呢是宇宙的，众教会呢是地方的。这段话是极其简单，是不是？我信呢我们大家都能听清楚，特别是你们啊青年弟兄姊妹，我信呢你们的头脑很敏捷，一听你们就清楚了，是不是？好了，这是不是说这是个众教会，在一地一地出现的这个教会，他们有了神的生命，有了神的性情啊，基督呢也在他们里面了，所以啊他们个个呀都是完完整整，一点没有差错，而且呢他们呢都是啊相等的啊，个个都是那么圣洁，那么属灵，那么马勒基督，那么、给基督浸透，那么彰显基督，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啊他们这是组成一处一处教会的人，他们在这个时间里头啊，有的人来得早一点，有的人来得晚一点，那有的人呢接受基督早一点，有人接受基督晚一点，有人呢享受基督多一点，有人呢享受基督少一点，所以在这里啊就有了参差不齐。还不仅如此，有的人呢里头的基督啊少，所以啊这个人呢、啊、他肉体就很重，因为啊肉体重，所以啊就有弱点，还留在世界里，甚至啊还留人在这个罪恶中啊。还不仅如此，因为啊大家对基督的经历啊不等啊，所以啊对基督的认识也不一样啊，因此呢对于圣经的明白啊
也有差别，啊，对圣言的看法也有啊不同的见解，就除了啊这一切七七八八的事。那这是七七八八的事呢，就是啊，叫啊一处一处教会啊，很为难的。那么照着心愿呢，神呢、啊、没有一点意思，要把现在一个地方的教会弄得整整齐齐的，好像办学校一样。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头啊，是办的小学，那么各个的都是小学程度。啊，年龄小学年龄读的功课小学功课，听说吗？那么在另一个城里呢是办中学，那么在另一个大城里呢是办大学。啊，这个年龄啊，在中学里也相等的，在大学里也相等的，请你记得，教会啊不像学校，教会不能等，教会一等啊就完了。教会一等啊就了了啊。那么教会像什么呢？教会又不像军队，这个军队也更厉害了啊。军队啊，他不光是讲年龄，他还讲尺寸啊。你若不够的那个尺寸呢、啊、比如说他那个标准呢、啊、是五尺是一寸，那么你就五尺十寸半都不及格，是吧？这个叫这个军队更冷了，更像等啊。所以啊不要谈。那么教会像什么呢？教会啊就像啊中国那个世俗的中国大家庭，五代同堂大家庭，老老少少都有，七叉八叉，瘦的有，胖的有，说胡话的有，头脑非常聪明的有，其中也有得博士学位，可能啊还有的得了三个博士学位。那么其中有啊一个字母都不认识，就是七长八长，有的嘛是规规矩矩的，有的转门捣乱，这是个家庭，有家庭啊。你们好像在这像啊听我讲笑话一样，不是这样啊。使徒啊保罗从来没有尽力啊把教会啊一个教会啊像中国人切豆腐一样切得方方正正整整齐齐。你切切不要切豆腐，但是人最喜欢切豆腐嘛，是不是？人最喜欢切豆腐啊。可是啊在保罗带领手下那些教会啊不像方块豆腐，乃像啊一大块豆腐啊给鸡啊抓了个乱七八糟。大块有，小块有，三角的有，三角六棱都有了。那么你们说李弟兄好像你在讲笑，不不不，我啊现在啊只请你们读一处圣经。你看保罗带领教会啊，他没有切豆腐。你们呢请翻到罗马十四章，你们翻，请你们看，我读给你们听。哎呀，信心刚强的你们有解答，你们看到你们圣经没有啊？或者保罗说最低限度信心啊到了什么程度了你才可以解答？没有。他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解答，但不要辩论说异或的事。异或的什么事呢？有人信白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素菜。你看，你看保罗啊，他一点不吃豆腐，不要去解了。
这个很清楚吧？若是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和尚弟兄得救了，他是个吃素菜的，他和你们一下坐下来，和长老坐下来，一盘子肉，这一盘的鱼，第三盘鸭，第四盘鸡，他这个筷子根本不动。我信了你们长老们呢、啊、这个爱宴呢、啊、和他叫不通，不大喜乐。我也不要说长老们，假设这么一个女的，一个尼姑啊，鸡也不吃，鸭也不吃，鱼也不吃，肉也不吃，就吃啊黄豆芽了啊，驴豆芽了，就吃这个素菜，你们呢能不能和他好好有爱言交通？我问六师母，我难为难为六师母，你看你能不能快快乐乐和他有交通？能啊，真能啊。我倒不太信，你口里说能，这个里头啊还是很忍耐呀、啊，忍耐的意思是勉强啊。好了，给他吃一吃吧，总盼望这次吃过了之后啊，我可不能让他过去，我一定要找他，一定要改正他，改他的观念，对不对？虽然我这一次和他吃饭呢、啊、我也下一次啊再来吃的时候，我把一块大鸡摆在跟前，告诉他说你把这个吃下去了我才快乐，你再不吃下去啊，我再不和你交通。这个不交通啊，就是不解拿呀、啊。心是软弱的，你们要解拿，什么意思？就是交通。好了，我也不要多说了。那第三节呢？你看保罗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那么不吃的人呢，不可论断。吃的人，你有什么？你说你呀、啊、能够和他交通，但是你里头啊却满了论断。你说实话，你论断不论断？你能不能和一个尼姑姊妹在哪呢吃饭，一天三次，连吃了三十天，一点没有批评啊？所以你这个，所以你这个盼望他吃肉，劝他吃肉，就是批评的变相。你能不能和他吃素，一吃三十天不讲一句话？这就是今天基督教的难处啊！外边人呢都说我们责，骂我们责呀，我们闭关。我告诉你啊，所有基督教的团体连骂我们的人在内，他们才是闭关了。我能在这里啊，连在天使鬼魔跟前吹个嘴，我一点不闭关。有和尚来，我能和他吃一年，并且我能配合他吃素。你信我的话，他吃素我也吃素，他不吃鸡我也把鸡摆在一边，他不吃肉我也不吃肉。我们呢，我们是这样说，你们那主张吃鸡吃肉的人呢，离开你那个鸡肉的立场，他们不肯离开。那我们则得有一个立场啊，什么立场呢？你告诉我什么立场？也不是肌肉立场，也不是吃素立场，都不是。我们什么立场啊？是抹杀一切的立场。吃肉也抹杀了，吃素也抹杀了，这就是合一立场。
那么他们呢就说你太下责了，你太下责了。我们不下责呀，是他们下责。他们吃肉的非常主张吃肉，他们吃素的非常主张吃素，清楚不清楚呢？你懂我的话不懂呢？好了，可能你们懂，可能你们要不懂。譬如说今天呢，有的人说你非说方言不可，我不知道这个方言呢是素啊还是肉，我不知道。我想啊，这个方言呢也不是素也不是肉，是孤立八怪。他们是吃孤立八怪，也就是他们真是孤立八怪呀、啊！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看你孤立八怪吧。还有一个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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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那么这是个什么东西？那我这个脑子也搞糊涂了。我在美国啊，的确有人对我讲啊，说这个红啊，伊利亚。我呀，我好像有人给我看了一个片子，是。我记不清楚了，但无论如何，人家描写给我说他呀，那个头上啊冒烟。我说这个真是啊，不是奇妙，这个是奇怪之极啊。人家头上他冒了烟了，这个人还活着。我看那个时候，我听那个时候啊，我就说了，我说这个刚刚的美国啊，这个西岸呢、啊。有个姓 Helen 的山，他那个山从里头冒烟了。他说：“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呀、啊？这是闹古怪。”说：“那么我们这里说，你闹古怪呀、啊，可以，但是你不要闹到教会来。”啊，他们就说：“你下责，你下责。”其实我们不下责。那么进去后的人就说你啊必须啊到水里浸一浸，还有呢你在憋出的水啊浸你都不算，憋出的人给你浸你也别算，要不算必须到我们进去为这个水，必须是我们进去为的人，那么这个浸一浸才算。你看这是什么？那我们就说啊，修浸是对的，可是呢，你不要把你这书这一套带到我们这儿来。哎，他们就说我们下责。那么你看谁下责？我们不是下责，我们呢乃是什么？完全公，大公无私那个公啊！你受浸也可以，懂吗？你啊受洗也可以，你说方言也可以，你冒烟也可以。但是呢你却不能到这儿来呀、啊、开一个猫眼聚会啊，你猫眼可以吗？我真猫眼的，我也喜欢看一看，是不是啊？那么不猫眼呢当然也可以，没有不可以，猫眼也可以，不猫眼也可以，都可以啊。但是呢我们呢不赞成啊你来开猫眼聚会，因为啊你这个眼一大呀别人受不了啊。你受浸也可以，你受洗也可以，但是你不能到这儿来呀、啊、实行你的受浸，实行你的受洗，这个不能啊。因为我们是大公的，是大公的，清楚不清楚？你吃鸡也可以，吃鸭也可以，吃肉也可以，但是你不可以到这儿来逼着啊一切的尼姑啊和尚啊都吃肉吧，这个不大公了，清楚不清楚？今天对教会认识不容易，不容易。那么你啊吃素可以，保罗说可以，保罗说可以啊，保罗说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够有一个吃素教会，一个素菜教会，不能有这个教会，没有素菜教会，也没有鸡鸭鱼肉教会，没有没有，这都没有。你吃尽管吃都可以，不成问题，但是你不能把你这个吃的一套啊带到教会来，这教会啊变一个吃肉的教会，一个鸡鸭鱼肉教会，没有鸡鸭鱼肉，也没有素菜教会，是吧？尽管这吃素菜的有，吃这个鸭子的也有，这都可以有的，但是你不能有这个教会。所以啊
你们评论评论谁是大公教会，我们是谁是下者的，你要立场也可以，你不要立场也可以，但是你不要在这反呢，是吧？你要立场，你不要在这反立场，你不要立场，你不要在反立场，你要立场，你不要在这反不立场，清楚不清楚？不要反，你不要，你吃素，你不要反吃肉的，你吃肉也不要反吃素的，那么大家平安无事，啊，这就是公教会，这样才能叫所有的信徒啊，在任何人群集中的地方是一个，不然的话呢，吃素的来在一起，蔬菜教会；吃鸭子的来这个地方鸭子教会，还有吃鸡的来这个地方鸡教会。这就是今天的光景吗？啊，我在呀，我们呢住家附近，我们住在呀，城县，城子的城呢 ，Orange。啊 ，Orange County， 我们住哪里？那有一天呢，我呀坐车经过一条马路啊，哎，那里长长的一个大中国字的牌子，是城县呢，城县，啊，台语教会，一个城县呢，台语教会。那么后来呢，慢慢的你就可以看一看呢、啊，也可以有啊一个城县国语教会。那么台语有教会，国语有教会，那么慢你也可以看啊，呈现呢粤语教会，是广东话的教会，那么慢慢呢你可以看呢呈现呢闽语教会，闽南语的，那么慢呢我们这山东人呢也可以个同乡会，又开一个呈现呢山东啊教会，那么我们就告诉他们说不可以了，不要有这事，不能有这事，教会就是教会啊，也不是粤语的，也不是广闽语的，也不是国语的，也不是台语的，也不是山东的，也不是广东的，不是，这些都不要，我们这样讲，你瞎扯，你都不要别人，就要你自己，其实没有，我们不瞎扯，我们不是光要自己不要别人，我们要一切啊，但是这一切不肯来呀，难处在这里啊，难处在这里，你清楚吗？所以今天呢因为啊这是个蔬菜教会啊吃肉教会啊都不能够把它这东西去掉，所以他们呢就来一个妥协，妥协啊我们来个联合会吧，啊我们来个交易会吧，啊，粤语的和国和这个闽语的、台语的、国语的那个交易会，啊，说他们那个就啊，心胸夸大了，那是个假的大，那不是个真的大，是不是？所以你在这里啊，再往下读去，不光是一个吃的问题啊，你再读下去，第三节说，啊。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受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一日都是一样。你看，将来守日的问题。你今天基督中间常常打仗，啊，你是守啊？啊，安息日啊，你还守啊主日啊，你守啊次日第一日啊，你还守啊次日第七日，打这个仗，其实圣经的时候你不必打这个仗，你愿意守什么日守什么日，清楚不清楚呢？啊，只是个人呢、啊、心里有意见坚定，那么你再往下读啊你就更清楚了，我只读一点给你看，保罗一点没有意思把他手下手带的人教会一个一个切的方块豆腐，没有。我啊幼年的时候啊得救不久啊，我读这段圣经啊我不太赞同，我不太赞同，我一个胆子好大，向使徒保罗挑战，有异议不赞同，这哪可以这样子，我告诉你不光是我一个人这样，今天呢、啊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向这一章圣经挑战，都不赞成，都不赞成，
啊，收拾的人要把他的教会啊吃豆腐，这个收拾教会，懂吗？不收的人也要吃豆腐，吃素菜的吃素菜豆腐啊，吃鸡啊鱼肉的要吃荤菜豆腐，都是要吃。你看谁不吃进呢？但是行乐啊是给我们看见不可切，不可切。只有一种的事教会的不能容让，就是罪恶，不道德的事啊，不道德的事啊，破坏润肠的事，这样的事呢圣言绝对不准许。你要到教会来，这个总要切掉，你的不道德总要切掉。你愿意吃鱼没有问题，你愿意吃素没有问题，你愿意受浸没有问题，你愿意仰着浸也可以，趴着浸也可以，蹲着浸也可以，你愿意浸三次也可以，你愿意浸一次也可以，都不成问题。你是愿意浸在里头留三分钟再出来也可以，统统都可以，没有问题。热水浸也可以，冷水浸也可以，天然水浸也可以啊，这个人工水浸也可以，在浸池子里浸也可以，在澡盆里浸也可以，什么地方都可以。我们这里有位朱弟兄啊，他就1962年，我那时候还在西雅图啊，恐怕他就是我在哪儿传福音，有弟兄帮忙，他得救了。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会所，我当然也没有进池，那个我们呢人数也少，甚至这个车子也不方便，都是学生，就是到河里去啊还得走一段路啊，同时呢这换衣服啊在美国哪里啊管辖得很严，你只要一定呢要能够接场起来，这个警察才许可你，你随便呢跑到河边海岸呢就这样子脱光了去受浸了，这个警察也不许可。所以逼我们怎么办呢？就在我们的小房子里头啊，那个洗澡间呢、啊、一个洗澡盆里头，我们就给这个朱定受浸了啊，他受浸19年了我都记得了啊。然后呢我他给他受浸呢，我就有点担心，我担心呢他的信呢不透彻，我又担心呢进这个澡盆的受浸呢没有功效你不能说呀我不担心呢，因为他就想着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个宗教吗？啊，这是宗教吗？这是个基督教吗？我这么一讲，带领我呼喊主名，问我信不信，我是信了，承认不承认，我是承认了，就这样子说好，你既信了承认了，我们就奉主名给你受浸了。在哪进呢？就把我到就澡盆里去啊，那个水也不太满，这怎么浸一浸就可以了。所以我真的我在主面前说这个话，但是今天我很喜乐，那一次浸盆的那个浸呢、啊、很灵哎哎，现在朱弟兄是蛮追求主的，是非常追求主啊。不光如此，过了没有多久，哎，我看见他太太也来了，他这太太也来了，这个太太在哪坐哪，应该坐这边啊，就在哪里，你看你站起来，你们二位都站起来给大家看看，那他可以说你看是这样。那么还有呢，他前天晚上不平啊，你听见这个姊妹啊有一篇过于的祷告，哎呀我就惊奇了，我真灵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广东人，他还久住美国也没回过来多久，哎，这怎么回事啊？他不光是祷告的，求主遮盖你不要骄傲，他不光是祷告的有属灵味道，哎，过于啊，那些名词啊，我们中间的名词都用上去了，你看对不对啊？你们大家听了没有？多惊艳了，奇妙得很。所以啊，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不在乎外面的形式，不在乎你做了堂皇光明的进池，或者把你带到海边搭起帐篷来啊，耀武扬威到海里去正正式受一次浸。我们那次浸呢、啊、朱弟兄、啊、我真是对你抱歉，因为我在哪里嘛啊，我在哪看你受浸嘛，我是真是看不来呀、啊、这八几个人呢受浸往这个是澡间岭啊，我也去看了洗澡间那个水啊，那个
那个澡盆的水也不太满了，一满了这一阵通通满出来了，那这是太满意了吗？是吧？也不敢那么满意，就勉勉强强的。我就记得给你使劲的呢，一个叫牛弟兄啊，一个还有一个汤弟兄，记得吗？都是他们几个人呢、啊、这个给你搞的，这就把一个人的什么按这个谁说还有把头按一按的，还有把手腕的按一按的，还有把脚按一按的。我就在那这样子看的。哎呀，我说这哎呀，我这什么使劲呢、啊、也没有牧师，也没有长老，有按头的，有按手的，还有按脚的，按的那么按的多呀，也没有把那个人埋起来，因为身体不够嘛，这受了劲了。感谢赞美主。你说我们下走不下走？听你们说我们下走不下走？不下走。下走不是我们，下走是他们，他们分了派别了。这个派别的主张太厉害，圣公会，哎呀，圣公会非圣公会那套不可，啊，浸信会非浸信会那套不可，是他们下走，清楚吧？我们不下走。好了，今天你们记得了，这是我今天晚上啊和你们呢 交通啊铺下了一个底子，这个就是圣经论真理。你提醒我，好像我讲笑话一样，这个是圣经论真理。那么把这个真理的准则摆在这里，那我们现在啊就把我们一过啊一天半，昨天一天，今天半天，是听的那些事情啊，人事都拿来了，把它量一量。我想啊，这个量啊，要先从啊十八个弟兄身上开始。对不起，因为啊，公事公办嘛，我这是量的是公事公办的，是吧？你这个量啊，是不偏不倚的，是吧？这个量是个标准嘛，你够了就够了，缺了就缺了嘛。歪了就歪了，歇了就歇了，是吧？你是正当的就是正当的。我愿意告诉你们，特别是我们中间的青年弟兄姊妹，你们切切要知道一件事情，基督教啊2000年来受了啊这个树林追求啊这个毒害啊不知有多深。树林的追求恐怕不要说外人啊，那你今天晚上我们中间呢、啊、有人一听啊这杂耳，树林追求什么错呢？老实说啊，我不应该说这么快，我应该先问你们树林追求好不好。树林追求好不好？好。弟兄们，树林追求好不好？好。你看你们都说好，但是啊我要说好是好啊，但这个东西很渡人呐、啊，很渡人呐、啊，啊，这个树林的追求啊，它渡人的，害人。你慢慢的，你忍耐一点，我举例给你看，啊，2000年来，主的教会啊，在地上，得树林追求的帮助不是没有，但是不多，受这个树林追求的害。是多而又多，拿天平啊来听一听，树林追求啊对教会的帮助几乎抵到地板，那个害处啊，我说那个帮助啊几乎到天棚，到天棚是轻，那个害处啊几乎到地板。树林的追求对教会的害处比帮助多，那这不是说树林追求的本身是错，这也不是说树林追求的本身不该有，应该有，但是啊是人把它用错了，人把它应用错了。怎么说呢？我慢慢地和大家解释。第一，你们都听见了这个真理的准则，这宇宙中有几个教会啊，一个。那么在每一个人群呢、啊、集聚的地方应该有几个教会的出现，一个。
那么你看看今天是不是这样？这台北有多少？你可以用这个字，无数。为什么无数呢？是你没去数数他们，你数数还不容易，恐怕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呢、啊，能告诉我们台北啊有多少所谓的教会，啊，那还有真名字的，还有冒名字的。那么什么叫冒名字呢？因为啊，我们没有到台湾岛上来啊，这地方教会这个名字就没有的，清楚吗？我们没有到南洋去，南洋也没有地方教会这个名字。自从我们来台湾了，台湾有地方教会的名字，那南洋我们去了也有了。可是呢，大概到了啊15、16年前，啊，来了个灵恩运动，是江端义啊他搞出来的，他就先跑到南洋去啊，说新约教会。末了呢，又加上一个旧式。新约教会啊，就是地方教会，这是江南义啊，在1963年左右，你们从西条园来的，从马来西亚来的，还记得那个时候他去是转门呢、啊，转门什么呢？转门呢、啊，把我们呢、啊、这个地方教会啊拿去，他只拿成功一个地方，就西条园，西条园给拿去了，不过呢。他拿去了都是啊老枝老叶又枯又干的，他拿去这么些东西，那么剩下的还是啊那个老本啊老枝那个生命的暗流还在哪里，是从这个暗流里头啊又长出新枝来了。今天在四条园那里有一个很啊又清又润的一个教会，他拿去了。那么恐怕等到明天我还要说新约教会怎么冒我们的名来假冒，我回头要说这个历史。我1965年要回来的时候，我回来了9月，也就是江端义那个月要来的时候，他那个月是准备好来拿台湾各地的地方教会，因为他招办过，他办过，办过就是他那时候要来，也不必说太多，但亲密得很呢、啊。我要来之前，我还不太熟悉这个人，她是个女人家，我还不太知道，对她这个名字我也不太知道，因为是新请起来的这名女的传道人。等我来了之后，我才知道，也就是那个月她要来，她要来专门做地方教会，拿地方教会，啊。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中间有那些个捣乱的事，他就乘虚而入。可是主呢，有个主宰的权柄，就是在那个月，我回来了。那也就是在那个月，他要来，忽然他在香港啊，生癌病，就生在舌根上，就是他教导人说说方言呢、啊，不必语言，就是你舌头根上发音就可以了。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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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就谐音，他说方言呢就是谐音，不必一种言语，大概你们知道。而且这个名词啊，我在教会在基督教里头啊，生在基督教，长在基督教里，得救在基督教，什么都在基督教里，我从来还没听见这个名词谐音啊。听到没有？好了，啊，他说说方言呢，不必一种语言，就是舌根呢，发一个声音可以了，咯咯咯咯咯咯。那么很巧呢，就是那个九月，他的舌根呢生癌，他不能来了，是我来了。那么他们呢，欢迎他来的人，你们大家都知道。他布这个局面了，报纸也出来了，说台湾有大复兴，空前的大复兴，等等等等。无论如何，我不必太说一些了。到12月，他们总把他办来了，办来了，他撑到一个地步啊，不能讲，躺在床上打滚，所以他结果又回了香港。在这个时候，他没放出话来了，他会得医治，结果他也没得医治。末了失去了，
失去了又放出话来了，又出了语言了，我都有他们的报，都说了要复活，结果也没复活啊。那他们呢就在这里得着少数的人搞这个新约教会，等到啊我们中间的人和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就是地方教会，这就是我说他们冒牌，新约教会冒地方教会的牌。所以呢昨天晚上还有个姊妹来告诉我，她在基隆那里怎样发现这件事，她说我们是地方教会啊，那这个姊妹以为就是组织恢复的人，搞来搞去不是的，是个新约教会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呢要看历代树林的追求对教会啊那个益处不如害处多，什么原因请听。因为啊我们已经说过了，第一个世纪末了，这个圣徒啊对教会的认识啊就走样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开始就有了异端了，最大的一个异端是说基督不是神，所以约翰才写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所以写出来就是为着驳这个异端，证明啊主耶稣是神，说他开头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接着第二个异端呢说啊主耶稣啊他不是从肉身来的啊，他不是从肉身来的，他是神却不从肉身的。所以保罗啊又写后书，写约翰一书，在第四章里说一切的灵啊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个灵啊承不承认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从肉身来的。两个异端，因为有这个异端呢清心爱主的人就不能跟着这个异端呢学说的人走，这样子呢就叫基督中间的那个紊乱就开始了，那个粉牌啊也开始了。回来呢到了第二世纪就为着基督是神不是神，基督啊是人不是人，基督啊有人说他是神也是的不完全，他是人也是的不完全，你们在香港都知道。那么在这里呢我盼望你们呢都能够到书房啊买那本呢小册子，就叫做基督的身位。在基督身位这本书里头啊一开头啊给你们呢七大学派，七大学派呢头六排啊都是异端，最末了一排才是对的。那么那几大异端呢学派啊都是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四世纪里头的这个学派，关乎基督是神不是神，是人不是神，打很厉害的仗，打的是乱得很。等到啊三千，等到之后313年，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康斯坦丁大帝他等了急了，得了天下了，他就不能容让这样的啊纷乱，所以325年之后他就在啊乃西亚那里啊用他的权威压迫所有基督的教师们来在一起有一个大会，就在那里有一个确定，就立定了今天的天主教和各公会的那个信条，也就是那个信经。这样子啊表面上是把大家平复下来了，但是实际上呢还有一些所谓清心要主的不能接受这一套，他们呢还在旁边有异议，说少数的人呢还来在一起聚会。那么教会历史呢非常的赏识这帮人，非常推崇这帮人，推崇这帮人呢算是啊清心追随主的人，不肯跟随啊天主教。那么罗马大帝啊这样子立了
那个公共圣经之后啊，再过200年这样光景，就到570年，天主教啊就正式成立。啊，在第六世纪末了，就是580年左右，这个教皇的制度啊完全被承认。那么那个时候，所谓的基督教就成了一个天主公教，天主公教，那 Catholic Church 那就是公教。那么这个公教呢，就统治一切，统治一切。所以称心爱主的人呢、啊，虽然少数，大部分都不愿意在里头，就分出来了。那么这是分出来的人呢，又不大肯合作，又一派一派的，清楚不清楚？那么这样子啊，下去十个世纪之久，那就是啊，世界历史里都有这个东西，称作呀、啊、中国的黑暗时期。那这个黑暗时期过了，就到了1500、1400、1500这样的光景了，那就到15、16世纪了，这个改教就起来了。改教一起来，路德清楚告诉我们。他没有意识啊，他没有意识脱离天主教，他没意识啊离开天主教再成立一个教会，他没有一个意识，他只盼望能在天主教里头把那个不正确的信仰啊给他改正的。可是天主教不允许他，不允许他，而呢想要杀害他。那么那时候德国就给他保护，他就得着德国的保护，那么他也没办法再回天主教去。同时呢，德国的皇帝啊和教皇啊又是啊很有醋味，这个很有啊酸的味道，那合不来。那么是这样子呢，这德国的皇帝啊就愿意成立一个德国国教。路德知道那个是错，成立国教，但路德在那时候软弱，也就是这样子将就了。所以第一个国教就成立，因此啊在北欧，像荷兰、像挪威、像丹麦、像瑞典、像英国，这国教之风啊盛起。所以啊，在英国就有了圣公会，也就是阿里干会，也就是英国的国教。他们的国教呢，一国之首啊，是皇帝也好，是总统也好，就是他那一教的一个元首。今天英国的女皇就是阿里干会啊，也就是圣公会的会长，他的那一会啊，这个元首，你生下来是英国人，你就是个阿里干会的教友，你都不必信，也不必去领洗，你实际上是一个英国人，就是阿里干会的一个教友，这样子成立一个国教，这就是非常的离开圣经。那么从那个时候起，就从路德的时候起，那些在苏宁市场有追求有认识的都不跟随天主教，天主公教也不跟随任何国教。那么他们都是自己切了一派，所以就有啊浸信会派，也有长老会派，也还有啊不同的弟兄派， Grace Brothers， 还有 German Brothers， 还有 Moravian Brothers。 那么这个不同的、啊、这个弟兄派啊就起来了。那么这些人呢就开了一个风，什么风呢？分门别类，国力各派啊，一个派别又一个派别，又一个派别，又一个派别。那么这些派别都是从哪出来的呢？都是从苏联追求出来的，这人清楚了。苏联的追求产生了无数的宗派，不是大的，是小的。那么威士里呢，是一个福音大汉啊，又是一个苏灵追求者，所以结果呢，他自己也成立一个会，成立一个什么会啊？威士里会，也就是啊美美会啊，美美会里头啊又包括逊理会等等。那么从路德改教之后，16世纪起，17世纪下来，18世纪、19世纪到了20世纪，这4、5个世纪里头啊，好多苏灵追求的人，每一个苏灵有造诣的人，都成了一派，
都称你牌了。那么这样说下来呢，就说到比鲁伊师母身上了。那比鲁伊师母呢，他是得到啊安祖穆瑞、安穆安德烈的帮助，可是他进一步啊对基督的死那个主观一面有更深切的认识，这也是事实。从呢保罗过去之后，再没有人呢、啊、写书写得那样的高，那样的新，关乎啊基督啊那个主观的死，像比鲁伊斯一样。所以啊，50年前、70年前，凡是追求主的人，都尊重啊，重看比鲁伊斯这一份，非常推崇。啊，他的书最盛行的时候是1910几年，他出一个报叫《德胜报》（Overcomers）， 德胜报。德胜报的杰作本呢、啊、就是1913、1914，你只要现在能买到德胜报1913、1914的合订本，你就可以啊得窥全报，你能看见比鲁伊斯姆在讲什么东西，那个的确有它的价值。而后啊、像啊 A.B. Simpson 这些人在这一点上都得他的帮助。你知道我们的诗歌里头有好几首啊是 A.B. Simpson 写的，就是啊，我与基督一同定死，世家一将我结识，这样的诗歌都是他写的。而他那个亮光啊，那个帮助啊，都是从比鲁伊斯姆来的。好了，那比鲁伊斯姆已经有相当的成就了，约在50岁左右，就得着了一个青年通工弟兄，就是斯伯克弟兄。斯伯克弟兄大概比他年幼啊20岁左右，就大概30岁，在那望京和比鲁伊斯姆通工。通工呢并不长久，到一个时候，斯伯克弟兄离开了比鲁伊斯姆。那我们55年把斯伯克弟兄请在这里，他把他怎样和比鲁伊斯姆通工，怎样离开比鲁伊斯姆那个过程，详详细细告诉我。他所以离开比鲁伊斯姆，就是因为比鲁伊斯姆啊，把主的镯子和受浸完全另然化，不要水受浸，也不要有个实在的杯啊、饼啊摆在镯子上头来纪念主。他说就不要，他说只要你呀、啊，经历圣灵，那才是真正的受浸，啊，只要你啊。经历主的死啊，活在主的死里头，那才是真正的纪念主。所以他把这个主的死镯子和受浸另人化了。那么同时呢这个斯伯格丁也告诉我，他不大赞成比鲁伊斯姆是个姊妹那样做头，所以他就离开了。听听啊，我在这加批，我未加之前呢，我也请问你们，斯伯格丁这个离开对与不对？或者我要再问，基督徒该不该有分开？这个你们要答复、啊、基督徒该不该有分开？在大前提的原则之下，任何的分开都是错误的，因为基督徒不应该分开，是不是？那么何况呢，何况这个比鲁伊斯姆那么属灵，那斯伯克丁也那么属灵，那么现在两个属灵分开了，你看属灵不一气。所以这里啊，你就看见了属灵帮助人不帮助人呢、啊、听你们说了，哎，我要问姊妹了，现在呢两个都属灵，比鲁伊斯姆也属灵，十八个地方也属灵，他们之所以分开啊，就是因为两个都属灵，属灵不一气，所以就分开了。那么你这样说啊，这个属灵啊有益处没益处？那换一句话说，假使那个时候有一方，或者是比鲁伊斯蒙，或者是十八个地方
两方有一方不那样树领，是不是他们就不分了？你看对不对呢？啊，所以啊，两个分开就两个都树领，树领叫他们分开了。哎，你们呢，弟兄们说呀、啊，我是不是强词夺理呀、啊？你们要公平啊！今天我在你们那2000多人呢、啊，这个审判之下，啊，你们看呢、啊，我这个断语对不对？树领叫人分开，你说对不对？好了，所以啊，我不是啊，因为怀恨十八个弟兄，我没什么怀恨。而今天呢，说他们分开不对，我是啊，就着啊这个准绳来说的，是不是？那么树领对不对呢？树领对呀、啊，比律师母认识主的时啊，那个客观那个经历真是可贵，可贵可宝，那个是对的。你这个斯伯格弟兄对基督的复活，对复活的生命以及啊身体的原则，我读过他的书，都是极其宝贵，有他的价值。我最近在美国，我还介绍，介绍一般的弟兄呢读他的书。不过我也把那个有害的地方点出来了，那一块啊有毒，那个不要吃。啊，北京天涯或者北平天涯啊，那是可以的，但是那个尾巴呢不要吃。啊，那么现在呢？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个宾路易斯姆和斯伯格弟兄不能一起？为什么通工一段时间就通工了？不是平平常常的通。通工的通，而是不给弟兄离开了。为什么？因为啊，是不给弟兄有他那个树林的认识，他觉得他那个树林的认识比路易斯姆高明一点，所以他离开了，他自己另开始一个工作。我确实知道，外边人不一定太知道，我确实知道这个。他们呢之间呢有相当的比赛 compete， 相当的竞争比赛。那个在斯伯格弟兄这面，他们出的鉴定报，凡帮他忙的人就觉得鉴定报高高的，比啊斯伯格是比如什么那个德胜报 overcomer 高，清楚吧？一个，但是呢，在德胜报那面呢，就尽力的把这个比如什么好的信息都摆出来，亮一亮，亮亮相。我们这边也不在你一下，这我确实知道，我确确实实知道。而斯伯格弟兄的态度，啊，没。他这个态度和人谈到啊，这个宾路易斯姆和宾路易斯姆德胜报的时候，不是一个那么退从的态度。这个里头啊，有了问题了。虽然呢，还不至于像啊，这个东方的弟兄姊妹到时候打起来了。啊，他们到底是英国外交界，啊，这个讲外交不讲打的。我都不是说笑话。这些都是在我的观察之内。好了，斯伯克有一天到我们中间来了，那么我们这个请斯伯克弟兄啊，是一个铁镜，我们不闭关，我们不下折。你今天请问呢，吴春弟兄，请问于兰弟兄，他们当啊。那一位弟兄大推荐斯伯克弟兄，写信给玉兰弟兄他们，那么玉兰弟兄和吴春弟兄就觉得我们需要这个树林的帮助，我请吴春弟兄做见证，若是玉兰弟兄在这，我也请他做见证。我对他们说什么话？我马上就说，是弟兄，现在呀、啊、是1955年年初，我刚刚才接到斯伯格弟兄的见证报，
在他这个见证报里头啊，1955年年初的见证报第一期，他是上月一期，在他这一期的见证报里头啊，他是大大方方的有一小段用文字正正式式来道谢凡给他圣诞贺卡的，圣诞卡贺他的，庆贺他的，他道谢这件事。我说呀，我们对人事的认识不在大事，乃在小事。虽然这是一件小事，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了史弟兄所处的那个地位和他的态度和我们相当有出入。因为我们对圣诞节一概拒绝，定罪万分，那么他呢，仅在他的见证报里头啊，正正实实道谢送他圣诞卡的人。我今天那请你做见证，有没有这个事情？是不是？那阮总也在这儿的话，我也请他做见证，有没有这个事情？有这个事情。那么二定很好，二定是好好。那么我就说了，我说即使这样呢，是不如不请啊。你请来了，这是外边的事情，一摸就起来这个意见了，那就是伤损了我们和他的交通。倒不如啊保留这个理想往来的交通，大家都有艺术。那么二位弟兄呢，有点好也好也好，我说过一次了。那么过两个礼拜二位弟兄又提起来了，所以我看呢，即使弟兄这样提，我坚持不请也不好，所以我就同意了。那这个同意啊，就助证给全世界批评我们的人看，我们不下子。我对玉兰弟兄，我对吴清兄讲的不止这么多，因为我们几十年研究他，你一定亲自去他那里访问两次，你一定回来详详细细把他在哪里的经过告诉我。那么现在呢，今天呢，啊，杜弟兄有没有印出来那你一定有哪几封信呢？分了，好了，你们对读今天发给你们呢，你托生弟兄几封信，那几封信呢？都是你利用住在你斯伯克利那时候写的，其中有一封你读读看，你利用啊就感叹呢，斯伯克利那里并不接受他那一份，他忍耐着等候，忍耐着等候，等候一个机会能够把你利用自己这份做给他们，他们那边是观众们不接受，这些事情啊，你利用回来就当面讲给我听。清楚不清？当面讲给我听。实际上没有这个光，也不要这个实行教会的实行，因此立场也不要，他没有这个光。是 你讲给我很清楚，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们替说，因为另一面他也推崇实际上树林那一份，所以我们就说，即使这样请他来吧，你听不是说吗？事后还不到，所以我都告诉你们了。那么这些事情啊，在弟兄们向我提议要请师弟的时候，我都讲给弟兄们听了，这个是助证呢我们对师弟兄啊。